兄姐妹平安。我们早上透过敬拜一起来赞美这位神，因为他是做奇事的神，他是做新事的神。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旧事无变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深知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生机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让我们重来宣告，张开，张开我的眼，看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你将水变成旧事无变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深知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我要紧紧，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求说神啊，今天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心意，神啊，今天让我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更多与你更靠近，来调整我的眼目，调整我的脚步，主啊，更多吸引，更多吸引我的生命来跟随你，每个人都开口祷告。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生命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恳切，靠着恳切祷告，生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生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啊，今天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跟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多记得你每一个所放在我们心中那美好的应许。主啊，今天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要充满信心的走向你所带领我们往前进的每一个脚步。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将敬拜祷告奉靠我主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另一节圣经。以赛亚书61:1-4，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
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弟兄姊妹，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的预言，不只是对于耶稣弥赛亚的预言，也是充满了对于耶稣在圣灵里面这些工作的预言。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预言，提到说是圣灵是公义和焚烧的灵，我们也看到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耶和华灵在耶稣身上，这个灵就是智慧公义的灵，是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也提到说在32章那里提到说，只等圣灵从上浇灌，就旷野要变成肥田，肥田堪如树林。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对于耶稣跟圣灵之间这个奇妙的关系。我想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的，刚刚那里提到的就是提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来膏我，这一段的预言是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700年前。而这个预言我们看见耶稣第一次在3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在 讲出来的时候，当他要讲的时候，他还没有讲过一篇道，第一次讲的时候就讲到这一件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来膏我，然后这些能力，然后这些整个改变带来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路加福音4章18节，我们提到说有一个好像611，就是以赛亚书61章1节，另外418就是路加福音4章18节，耶稣在那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想在这里我们也许，然后耶稣最后说这个圣经这个经应验在我身上。不过我在这里，当我最近当我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种或者是悔改，或者是一种懊悔。我想耶稣什么时候讲这件事，是第一次他讲到的时候就讲，他几岁？30岁的时候。我现在比耶稣那个时候我多了50多岁，我现在83岁。但是我里面好像当我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或者是一个懊悔跟悔改。那个懊悔跟悔改是什么？耶稣第一次就公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来膏我，这成为他所有的侍奉的一个开始。他 在那里真的在那里看见说是主耶和华的灵，主的灵在他身上所带来他所有的侍奉的能力，所有的侍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都是因为主的灵在他身上。但是我回想我自己，反省我自己，为什么我很怕在我的侍奉，在我的讲道中间好像不大敢讲圣灵，好像高举神，遇见神高举神好像是很自然的，遇见耶稣高举耶稣传耶稣好像很自然，但是遇见圣灵好像感觉好像因为怕别人给我扣帽子，或者给我们扣帽子，以至于我们就对圣灵在我身上，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带来的 很宝贵的这些能力跟恩典，至少在我身上我就觉得好像不大敢讲。我觉得这件事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我得罪神，得罪圣灵，我在这里要说我得罪教会。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来宣告，当我要今天分享这个的时候，我要说
我要高举神，尊荣神，我要高举耶稣，我要尊荣耶稣，我也愿意从现在开始，我要高举圣灵，我要尊荣圣灵。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一件事在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侍奉之前的700年，这一个事情就预言在圣经里面，而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预言说应验在我身上，他就原原本本的把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这里，在路加福音4章18节，他就在这里分享给他自己相亲的人。他讲完的效果怎么样？好像没有马上看见好的效果，他是甚至被轻视，甚至被他的乡亲在那里轻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就是要把这个神700年前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预言，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要分享出来。而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的，当主的灵在耶稣身上，他用膏来膏他的时候，就看见一连串的能力，也一连串的代替。一连串的能力包含传福音的能力，包含使人得医治得释放的能力，包含看见他宣告的能力，也看见神透过他所行的几乎所有的事。其实耶稣在那里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而看见一连串的代替，能够使人影响，使人改变，甚至使城市改变。耶稣在这里，在这个预言那里面就很清楚提到，我们看见那个什么华冠代替灰尘，那个喜乐代替那个忧伤，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而我们看见那个枯萎的树变成公义的树代替，而我们看见整个荒凉进入神的荣耀，甚至荒凉的这个荒场城市会因为圣灵来，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看见神一切的华美，看见神一切的荣耀丰富，都借着圣灵所带来的一个工作。而这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把这件事清楚的说，这个圣经应验在我身上。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是不但在耶稣身上，这一件事应验在耶稣身上，这一件事也应验在使徒身上。那些门徒本来他们没有能力，本来他们在整个服事中间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好的一些，但是当圣灵在这些门徒身上，他们就成为使徒，很有能力的使徒。本来不合一的门徒成为合一的门徒，本来不能赶鬼的门徒能够把鬼赶出去。而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就是这些门徒要做，而且做比我更大的事。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就是他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能力。看见透过门徒，而也另外一方面是耶稣住在门徒的里面，也是圣灵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可能我个人的经历，好像耶稣所有这些圣灵的经历，在他身上的一连串的能力，一连串的代替，好像没有完全在我身上。但是我所有，假如我侍奉有一点能力，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所有所带来的一些看见教会建造教会也好，或者所有的职堂宣教，所有这些，我想我们所看见的所有透过神的仆人在世界各地所做的所行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圣灵在怎么样在耶稣身上，圣灵在怎么样在使徒身上，圣灵也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求主帮助我，在这里和一个渴望，不但是我们以神为荣，
以耶稣基督为荣，我们也能够以圣灵为荣。我期待 台湾的教会，华人的教会，让我们高举神，让我们高举耶稣，让我们也不要惧怕，我们高举圣灵。因为圣灵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的灵在他身上，用高高他所带出来一连串一连串的能力，一连串一连串的一个代替跟改变，是透过圣灵在他身上所做成的工作。但愿我们一起，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世界各地的教会，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在等候中间，在信心里面相信，在喜乐里面相信，在盼望里面相信，圣灵从上浇灌下来，旷野要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我们一起来，我祷告一句，你们跟着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你一生给我们看见，你一生给我们看见，你如何尊荣圣灵，你如何尊荣圣灵，倚靠圣灵，倚靠圣灵。哦主啊，哦主啊，看见你不但是透过圣灵感孕，看见你不但是透过圣灵感孕，也看见你受洗的时候，也看见你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你身上，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你身上。更宝贵的就是，更宝贵的就是，你让圣灵来带领，你让圣灵来带领。主啊，进入一个试探跟挑战中间，主啊，进入一个试探跟挑战中间。哦主啊，哦主啊，也看见透过这样的挑战，也看见透过这样的挑战，你满有圣灵，你满有圣灵，开始一生的侍奉，开始一生的侍奉。主啊，更感谢你，主啊，更感谢你。你侍奉一开始，你侍奉一开始就公开的提到，就公开的提到主的灵在你身上，主的灵在你身上，用膏来膏你，用膏来膏你。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求你来赦免。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躲躲藏藏，我们好像躲躲藏藏，不敢公开，不敢公开。主啊，让我们能够尊荣圣灵。主啊，让我们能够尊荣圣灵。主啊，过去我们常常在服事中间，主啊，过去我们常常在服事中间，没有办法真正经历，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圣灵一连串的能力，圣灵一连串的能力，以及一连串的代替在我们的侍奉中间，以及一连串的代替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所以主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所以主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恳求让你的仆人，恳求让你的仆人，每一位侍奉你的人，每一位侍奉你的人，都能够在你面前，都能够在你面前，不但是有圣灵的内住，不但是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感动，更有圣灵的充满，更有圣灵的充满，而且能够以圣灵为荣，而且能够以圣灵为荣。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来帮助保守我们，求你来帮助保守我们，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教会。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让我们求主，我们祷告，让每一位牧者勇敢的见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主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谢谢耶稣。主啊，让我们欧转勇敢的见证耶稣，见证见证圣灵的工作。主啊，赞美你，主啊，我们一起公开的，哈利路亚，欧转勇敢的见证耶稣。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不但要领受哦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领受天父的心，天父的爱。今天我们更要勇敢的见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不但在我们的当中，在你的
教会，在这一块土地，我们要单单高举三位一体的神，主啊，圣父、圣子、圣灵，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相信可以做耶稣而且比他更大的事，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来到你面前来赞美，谢谢耶稣，我认主啊，愿你的灵像加加一样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力得着更大的事，更大的事，谢谢耶稣，三千人在你面前上去，很多的人在你面前，耶稣赞美赞美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赞美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我们当中。是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扩张我们在祷告当中的信心。主啊，如同耶稣说，他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主啊，我们相信你是行神迹的神。主啊，你教导我们也要因着信成为行更大神迹奇事之神的仆人。主，我们相信你，祷告奉靠耶稣宝贵得胜的名。主来到你面前，也相信神，你不但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工作，主啊，你在城市的里面，哦，主啊，要看见，哦，主啊，那些城市荒凉的，哦，主啊，所有这些，哦，主啊，一切的，哦，主啊，旷野都要改变，我们的城市要转化，阿们，国家要转化，阿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圣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